在7月11日和12日 ，TWICE Japan 官方也在他们的 SNS 上面有所行动。两天里面分别公开了 TWICE 的日本第四张专辑《Celebrate》的两首歌曲部分的音源，还包括了成员们在拍摄时候的一些花絮和漂亮的特写，这是子瑜的特写，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哦。